北京在昨天公布数据，24小时内新增29例确诊。为了避免疫情持续升温，北京市政府连夜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了防疫措施升级，包括文艺演出、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全部暂停。疫情最严峻的朝阳区25号也提升封控措施，民众涌入超市抢购，为了足不出户做好准备。